行。He doesn't have it. I don't forget him.Okay. But he was so busy with his movie that I did. Chicken? Yeah. After the train that went up from 11 to 12. 11 to 12? 11 to 12. Okay, thank you. 没事，我会绑上那个打个码嘛。走，进去今天温馨的家。住三天啊，还可以做饭啊。今天要去欧洲了，要去法国。然后我早上的7:40准备从家里出发，搭出租车来的啊，刚下出租车，行李在这里。今天是搭10:55的飞机啊，现在8:30就到了，因为是国际航班嘛，所以就到了早一点，打车蛮快的，一个小时就到了。对，对对，第三个啊，10:55 KL898阿姆斯特丹。对啊，这边往前走，推了一个大推子啊，这样子轮子比较不会是搞。往前走，找一下 B1 啊，到 B10， 不知道开始直机了没有？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开始了，一般来说提前2个小时嘛，应该差不多。AirPhones 现在可以开 check in 了，是不是？还是还没？开直机了吗？你已经开始了。哦，好好好，行，谢谢。好，已经开始直机了啊，在这边等一下。到我们了啊，挺快的。哇塞，这个箱子那么大、啊。四个位置。要不要台湾的给你护照吗？他不想给你搞的。行李是直挂吗？嗯，是，行李是直挂的吧？对，行李是直挂到巴黎。对。那现在有那个跑圣本的位置吗？没有，都满了。都满了是吧？啊，还现在还有靠窗吗？我看一下，靠窗的也没有。靠窗的也没有啦。就两个人中间这种座了。行李直挂嘛，我们直接走转机通道就好了。是的。是的。对对对，要看台胞证是吧？我就知道你要看，准备着呢。我等一下是刷台胞证出去嘛，然后到那边是刷护照嘛，对，应该都是用护照，都是用护照，是不是？他会让我过吧？对，他那儿东西没有。好嘞，就第二遍，啊，就第二遍，好，对，都是19公斤。你这边是不是帮我都把那个机票全部都打出来，对不对？是的。好，人力关键。好好好，谢谢。两个都过去了。这个。好，不要把我的隐私拍进去。要拍你的美颜。拍我的美颜，盛世美颜。10:25，登机口八号。八号是吧？都好了。谢谢。拜拜，感谢你。看一下怎么走啊？行李都已经挂进去了，蛮快的。开门了，去过行李检查了，进来了啊！现在时间是9:15，然后10:22登机啊，要去08，整个还蛮顺利的，就是国内的安检比较严格一点，东西全部都套出来。像在上次从台湾回来的时候，很水，电脑都没拿出来就过来了，打水了啊！没有，这些人应该都是要去阿姆斯特丹的航班啊。阿姆斯特丹在荷兰呢。您乘坐的 KL898次航班。CZ76，莫名其妙就进来了。AF8，都是四驱的是吧？收护照是吧？这个查完了就不用再看了。行，护照是吧？对，不用收起来。护照看完了就收起来啊，拿登记牌登记就行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准备登机了啊。这种就是航班比较距离比较远一点的，应该都是打飞机啊。787啊，波音787的飞机，放食物的地方，超大的飞机啊！
现在11:13，已经开始准备起飞了啊。原本是预计10:55飞的，然后延误了半个小时左右，开到11:25，还在排队起飞啊。前面还有10台飞机，掉头飞。红酒一瓶，这是今天的午餐啊，要了个红酒，这是餐具，然后鸡肉饭、沙拉、面包，应该是甜点。红酒没有喝过，飞机上红酒是小瓶的啊。看起来还可以，就是洋葱、鸡肉、饭、胡萝卜还有蔬菜，相当环保啊。里面的餐具这个是木制品，是荷兰航空的餐点。对啊，我是说你怕别带下飞机也能喝啊。还有我喜欢吃豆花，发了个豆包子。起飞到现在吃了一个饭，然后现在是晚上的6点，就是冰箱拿出来的，里面就是加了一个 cheese， 应该还有西红柿，应该还有 ham。欧洲就很喜欢吃这种凉的三明治。其实还有将近2小时左右就到阿姆斯特丹了。那飞行的轨迹是这样子的啊，北京飞过来，然后哈萨克斯坦，这边往南走，然后现在在大概是在保加利亚、罗马尼亚上面，这边过去2小时。Right. Okay. Thank you. 吃饭了，你要吃饭吗？你要吃饭吗？这是面条啊，这个饭估计发完了，剩下面的。There's a lot of stuff. She doesn't have it. I don't eat it. Okay. But you were so busy with this movie that I just okay, okay. Okay. Don't worry. Do you mind giving me a pot of juice? I don't mind. I like your jewelry, by the way. Excuse me? I like your jewelry, by the way. My jewelry? Yes, your earrings and rings. I think they're in it. Oh, you have those. Thank you. Do you have your white ring here? White wine? Yeah.Thanks. 要喝饮料吗？So would you like to drink anything? 没有。啥？没有果汁吗？啥果？果汁。橙汁。橘子汁儿还是什么汁儿？哪都行，什么都行。下降了，这是荷兰的阿姆斯特丹。现在到阿姆斯特丹的当地时间的5:30左右，比原定计划再稍微晚个10分左右，然后在1小时6:40-6:30，然后要搭飞机去巴黎，就通过机场直接转机就可以了。对，好多人。开始了吗？开始啊？在你这里吗？也拿开了，我走了。
漏了一个行李没拿啊，这应该是我们的。哦，把这个行李放在那个尴尬的地方啊。拜拜。这边还有一个华航的广告牌啊，我姐的航空公司。其实到那边去400公里而已。还有一个592。转机啊！这么多人都要转机啊！这么多转机的、啊，现在这个转机都要过安检啊。这个转机过安检，安检这个柜台做的还蛮漂亮的，只是速度没有很快。好，安检完了啊。安检是6:23结束的，然后他准备6:48飞，所以还有25分钟，现在已经开始登机了。太可惜啦，时间上面比较赶一点，所以也没有太多时间可以闲逛啊。现在要去找 C， 找一下 C5 啊。他还讲中文哦，去哪里、啊？他说去哪里呀、啊？他刚问你啊，中国话的呀、啊，对啊，他刚刚讲普通话，说你要去哪里？去哪里？你们一起的吗？你们一起？搞笑。进来问过话，然后现在过来这边要找一下 C5， 看到 C5 了，就是前面，现在就开始登机了。小孩子在这边跑，跑来跑去啊，好多小孩。前面看到 C5 了吧？那边工作人员已经向我们招手了啊！快来快来！Thank you. 好，很顺利了啊，进来了。飞机就在这里了啊，小台的，机子在里面闲聊，进去了啊。这是今天的最后一班航班 ，Air France 进来了。这个红色的机子看起来就很有联航的感觉啊。现在准备起飞了，座位改到这个位置，旁边是空服员姐姐，离窗比较远，所以。现在正在起飞，就拍摄起飞的状态。第二趟路程就比较短一点啊，飞机也不大，3×3的。然后拿到他们发的一个面包，因为400公里左右的旅程非常快，他们发面包。It's okay. 拿这个给我，我的时候也可以领卡。我无意间发现哦，它这是无糖的，这边是写 Paris 2024，有没有？今年的夏季奥运在巴黎啊，刚好有这个特殊的可乐瓶。下飞机了，然后我岳父拿着行李往前走了，非常快，不知道他拿了几个行李箱。现在准备去拿行李。再丢到那个对，前面找一下22啊，搞定了、啊，难得这么快，就都出来吧。现在坐 RER RB 啊，坐到市区。RER 太难发音了，然后往那个巴黎的方向走。来，这里买票了。好、哦，成功了。Let's go. Yeah. After the train that went platform 11-12. 11-12. 11-12. Okay. Thank you. 哎 ，Go to the Paris Center. Go ticket. Yes. From 11 and 12. Oh, thank you. 底下有缝缝，插进去。插进去，然后往前拿。好好，一个一个过一个来，一个一个等他过了你再插。好，拿走拿走。
可以，好，进来啊。一人一张11.2的票，现在在 RER FB 准备去巴黎。车厢场景比较旧一点哦，这个车厢。小心有一个坎啊，留一台阶。啊，到巴黎加顿了。好，上去换。换地铁，换5号线。耶、yeah, ，今天的票啊，那票会退给你啊。就是你没有手扶梯要扛下去啊，是啊。回来的行李应该重一点。Hello， 去坐。换乘9号线。哇塞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站。对，哇，下来了，看看巴黎的地铁啊。这你看这些都没有封起来的啊，不像亚洲很多地方，不都全部都封起来了、啊，这都没有。看看，车又来了，速度很快。走，我们拿手拿小手，这台感觉旧一点。好，下地铁啦，准备出地铁站，马上就到 Airbnb 住的地方了。巴黎不好逃票啊，感觉。这个地铁站要关门也蛮方便的，铁门这边一拉就可以了，一个站两个口子。这个牌子这边63上就是了。开了。没事，我会把那个打个码吧。按一下。哎呀，哇。Right 就是右边嘛。进去今天温馨的家，住3天啊，还可以做饭啊。六，昨天进来都没有好好的拍一下他们家，这是我的行李啊，然后法国人的餐桌，上面放了我的电脑。来到巴黎，今天应该算是第二天吧。对，就是厨房空间，也就是大门。